阿姨哥，你说的那个叫慕容桃的事儿是真的？你很喜欢他？既然他的死是为了你这样的人觉醒，那你今晚还要去？去，一定去。相爷，我要对他有个交代。其实今天晚上正是我觉醒的时候。阿姨哥，你可别做出什么危险的事儿来。过了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写完了，阿宝。维生素，这个善良的善字和这个野兽的兽字挺相像的。阿宝，如果维行叔叔是一个吃人的野兽，你会害怕吗？维生素，我娘说了，你是个好人。真乖。麻子哥，玉仙，三娘有事找你。我知道了，你照顾下阿宝。不便出面，你跑一趟，把这个给黄旅长。40000块，他之后胃口这么大呀？人家要了咱好几卡车的军粮呢，前两天已经把10万大洋的票子送来了，人早就说明白了要40%的回扣，这年头就这么黑。不过，咱还有的赚。这样咱们还有的赚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军粮参奖的事儿，上回是做，这回还是做，你也不想想，那黄旅长他当官的都不把他手下当兵的当人看，我这做买卖的犯得着跟他那么认真吗？三娘做的这么绝，就不怕？怕什么？别人比您还绝。那就是他的造化。行了，去吧。三娘，麻子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，你忙着吧啊。三娘，这回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觉着还是把稳点好。你想说什么？林管家刚来的时候，你们不是兄弟吗？是兄弟不假，可是利益更重啊。看来你把我这米铺看得比你兄弟情谊还重。我就是麻子，你对我一直以来的心思呢，我明白。可是我梅三娘毕竟是米帮的风口浪尖上混了10多年的人，我有眼珠子。你就不怕他负了你？他不敢。好了，去吧啊，去吧。
达子哥，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呀？三娘不是让你去黄旅长那儿吗？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你是说我走错路了？我还真怕你走错路。什么意思？直说吧。直说就直说。维贤，咱们两个是好朋友，可是我对你越来越不放心了。为什么？没准儿你真会害了三娘。文贤，你要是真那样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我绝对不允许你那么做。我们老大等了你好久了，请。老大，林管家来了。请坐。我还是搞不明白，你为啥主动帮我搞下红记啊？你不用明白，重要的是红记一直是你想要得到的，这回你能如愿。那你呢？难道你不想得到他？你想要红记，我能帮你，但是你要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这是两封信，你必须马上帮我投递到战区的宪兵部和新闻处。就凭这两件小事我就能得到红记？当然没那么简单，您还要再出40000块现大洋呢。我出40000大洋干嘛？买红记啊。小伙子，梅三娘的红记招牌加店铺加存货至少值14万，你让我出40000大洋就能买下，你哄谁呀？如果今天坐在这儿的是梅三娘，你要出14万她也未必会卖给你。可是今天坐在这儿的是我，一口价40000块够便宜了吧？那红记是你的，我凭啥相信你啊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你相信事实就行。还有，我再次提醒你，宪兵部和新闻处这两边你必须马上通知到，早了不行，晚了也不行。别忘了，时间要刚好恰在今天晚上10点。我试试看。你必须做到，除非你不想得到红旗。今天晚上，王副官和胡毅带队去剿灭胡商的共军。咱们这边呢，悄悄地接收梅三娘运过来的机卡车军粮，然后再把那10万大洋的粮款给收。打仗的险活交给部下人去扛，收钱的美差我们自个儿来背。这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去完成，妥当圆满。行了行了，甭笑了。那个王副官跟胡连长本来就水火不容，你倒偏让他俩联合带队，你就不担心他们崩起来？你就说着了，我就是希望他们崩起来。这次运粮的事儿啊，我估摸着这上司他就是装一装他也得查吧。啊，不管他是真查假查也好，对咱们都是一个关口。这个王副官啊，知道的太多，对咱们是个祸害。那个胡连长不是血气方刚愤世嫉俗吗？咱们就借他的手把王副官挺好啊。可是万一是他干掉了姓胡的呢？
那就是姓胡的命薄了。一石二鸟，对吧？让他们斗去吧。这个前边啊，他们是折腾的越欢，啊，咱们后边，咱们的买卖隐藏的就越严实。真是你！报告，洪记的林管家来了。啊，是。哎，这个时候我出面不太合适吧？这样，你去，啊。好。拿来吧。拿什么？不是你们老板娘叫你先送来那四成的回扣吗？四万大洋啊。现在没有。哦，这点蹊跷。不过三太太和旅长请放心，今天晚上交货的时候，那几成的回扣连同剩下的两款，一共十万大洋，我分文不少，一定完璧归赵。你就那么有把握？我说过，这次表面上你们和老板娘的交易，其实是我和你们之间的交易。我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那你现在来干嘛呀？最后确认一下晚上的交货时间。晚上十点。地点。就在兵营。那就没问题了。我理解，这就意味着我们今晚的交易没问题了。林管家，你可真比你那个当连长的朋友懂事多了，他要是有你一半的乖巧，也不至于有今晚的麻烦了。他怎么了？军粮掺假的事儿他还一个劲儿的在查，没准儿今晚丢了性命都不知道。能阻止吗？恐怕已经晚了。连长呢？还没回来。王副官，今晚到底啥行动啊？你烦不烦？到时候不就明白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我等你好久了。我再劝你一句，军粮的事真的不要再查了。就因为你在跟他们做生意，我查下去会坏了他们的事，也会坏了你的事，是吗？因为再查下去，很可能会送了你命。已经有人送命了。中国要有希望，总有一些事得要人去做。可是中国这么大，当下这个时势，你一个人去做，你做得了吗？别说了，你知道我的性格。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你有理想，这是你的优点。可是你太理想主义，这就是你的缺点。告诉你，这不是我放弃的理由。那你总可以保全自己吧，阿姨，你相信我，我会帮你的。相信什么？相信你跟他们合作。那只是一种手段，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。我要的结果和你要的结果是一样的，而且今天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你别问了，我必须知道。别问了。你必须回答。到了今天晚上十点，你就会看到结果的。可你为什么偏偏现在要瞒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兄弟又怎么样呢？
正因为你是我的兄弟，我不想把你沾进来，你还不懂吗？刘轩，其实我跟你想的一样，正因为我们是兄弟，我所要做的事儿也不想让你沾进来。过了今晚，我也会有一个交代的。什么交代？阿姨，你也别问了，过了今晚你就会知道了。阿姨，你不要做了，让我来帮你吧。林文贤，何必说的那么虚伪？什么虚伪？你是在帮你自己，你何必说是在帮我？你是想把那间米铺变成你自己的，不对吗？不全对，我是在为我，也是在为你。不对，不是这样的。有什么不是一样的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？变了，是变了，是你变了。以前那个善良、正直、热情的危险已经不在了。那个跟我在少年时候相互激励的好朋友，那个像他所喜爱的音乐一样单纯的危险已经不在了。你现在已经变得极其可怕。我知道你想达到一个目的，可是你越靠近这个目的，你就会变得越加阴郁、沉浮、冷酷、自私、无情，就会离自己越来越远。阿姨，人总是会变的。我承认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有我的自私，但是更多的是关乎于我们的友情。我已经失去一个好朋友了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可是我们真的离得越来越远，各走各的路吧。有个人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，释迦牟尼讲要相信心中的明灯，要坚持这盏明灯。全体集合完毕，请长官训示。目标湖心岛急行军。连长，听见没有？出发。执行命令。朋友转急行军报告走。三娘，车已经全部装好了。那四万块回扣呢？下午已经交到三太太那儿了。好，很好。路上小心点啊。上车，等等。拿着。三娘，这么大一桩单子，万一出个闪失，我怕维贤一个人应付不来。我也去吧。麻子哥，这件事情你还是别搅进来的好。文贤，这桩单子三娘可是把身家性命都压进去了，你说我能不搅进来吗？你想得真周到。
该到了吧？你走。我以为今天我可以亲自到这儿来，万一要上遇上了宪兵队，哼！你们瞅瞅，啊，这空荡荡的兵营，连鬼都不会来。可是那万一那弟兄们要回来怎么办？他们已经在湖上了。待会儿上岛剿灭共匪游击队，你真要有什么三心二意，我立马处决你。这可是吕座临来的时候亲自吩咐。是吗？连长，连长，你跟我交个底儿，咱们今天上岛是不是为了剿灭游击队？哎呀，连长，你这是咋想的？这你是知道的，全连的弟兄只听你一个人的呀。好，你悄悄地通知二排长、三排长，待会儿叫枪声打响之后，完全听我的命令行事。记住，我到这个岛上来，就是要保住全连弟兄们的生命。那明白吗？那既然是这样，咱为啥还要来呢？要想打日本人，先打自己人，这就是现实。但是我不想打自己人，我更不想咱们的弟兄们受到伤害，我更不想那个死去的人就这么白死。来了，来了。旅长，林管家，军粮全运到了。是，那款子也全带来了。都带来了。魏谦，咋回事？你下午没把钱给他。林管家，我们合演的这出戏不错呀。啊，你和他合演？那三娘呢？旅长，依我看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嗯，好。秦良，慢。林维贤，你敢窝里反？你麻子，你想干什么？吕座，对不住了，这粮食不能动。为什么？林维贤背叛三娘，这桩交易暂缓。林维贤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做对不起三娘的事儿。麻子，听着，林维贤和你的老板娘是怎么回事？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这军粮既然运到了，断无拖走的道理。你要敢断我的财路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来，旅长。阿泽，我早就说过这些事情你不应该搅进来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你赶紧走。你到底耍的什么花样？不是我不做生意，可我既然来了，就得对得起三娘。你们想撇开三娘，那绝对不可能。谁不是动粮食？哼，麻子，你倒是没三娘的一条好狗啊。秦亮，别动！谁要敢动，我先宰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。动手啊！黄旅长，别逼我。我麻子笨是笨，可我闻得出腥味儿。你想要粮食，还
还想拿回粮款。我要是宰了他，你上哪儿拿钱去？嗯，说的有道理。那我就先干掉你，旅长。李明贤，不要帮他。马子哥，你有朋友一场，赶紧走。李明贤，你听着，自从你背叛三娘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是朋友了。亏了三娘对你那一片心，我不走。李明贤，你闪开！我干掉他！你快走！我不走！闪开！走，不对劲儿。看样子，这姓林的晚上是有名堂的。妈的，把他们俩统统干掉！李明贤也干掉！闭嘴！快！你不要那十万大洋了？保人要紧，顾不到钱了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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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的部下，还敢当一名抗日军人？各位兄弟，各位新闻界的政治挚友，我孙谋治军无方，管束无力，以致我的部属倒卖军粮，贪赃枉法。若非今日宪兵部和新闻界同时收到秘密信函，若非我孙某引起重视，及时赶到，尚不知要酿成多大的恶劣影响，也尚不知这些贼鼠之辈何等嚣张。为严肃军纪，以正我抗日军人的英武之名，孙某即刻当众严处该犯，绝不姑息。来呀，是，将黄犯抬到兵营门口，就地枪毙。是。军座，军座，我跟了你八年了，军座，我跟了你八年了，军座。还要将这些人带回兵营严加惩处。好。这几车军粮带回军部，由军需处核实以后，优先的、全面的发给缺粮的部队。至于我本人，请士兵弟兄们，也请新闻界的友人严加监管。若以后我的部队再犯此等罪孽，或我孙某本人与失事有微小的牵连，我孙某的下场犹如刚才之黄犯。两条路走，要么你跟着我把眼前的共匪消灭，我们回去升官领赏；要么你临阵逃脱，我就把你就地枪决。是死是活你自己选。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拿弟兄们的血染你的钉在花翎。你操错了，都是你。队长，干嘛提着飞机？咱们的仇还没报呢。别说了，人员转移，收拢队伍，咱们去苏北。李排长，哎，你照顾好这里的弟兄，我到后面看看其他弟兄，听到没有？慢点，弟兄们慢一点。大家快一点，小心一点啊！快快快！
总算找到机会了。没错，我一直在找，现在崩了你，这笔账可以记在共产党的头上。你以为杀死我，军粮掺假的事儿就没人查了，是吗？不止这些，想知道还有什么理由除掉你？说说看。就是你这副清高的样子，你以为这世上就你是正直的、高贵的、有理想的，啊，能救这个国家的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张脸，所以我一直在找像今天这样一个最合适的机会崩了你。是，现在呢我也该把底牌揭开了，告诉你我为什么忍辱负重，带着弟兄们到这个岛上来。其实目的啊，恰恰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以这次行动为代价，换取我们真正上前线抗日的机会。所以说，只要枪一响，不管游击队有没有伏击，我都会带着弟兄们撤。因为我不想让中国人打中国人。还有一点，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那就是为了慕容桃，为了我的朋友，我也一直在找，想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机会崩了你。那你就去陪他吧。不要管别人怎么说，要怪只能怪娘命不好啊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习相近习相远，苟不教心乃迁。宝儿，愿意跟娘一起离开这儿吗？嗯。就该走了，真是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呀。梅三娘，没想到我彭尾巴又来了。上去啊。嗯，彭尾巴，
你来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来看看我的店铺啊。你的店铺？啊，不久就是我的啦。我倒是知道你一直有心思想要这个店铺，但是实话告诉你，老娘不卖。你不卖，有人卖。谁？哎，三娘，你是真的傻呀，还是假装糊涂？你被你自己的管家出卖了，还不知道？你没听镇上在传吗？你三娘对那个小白脸儿疼爱有加，啥都信他，啥都交给他。可到头来，这回你是赔了夫人，又折上兵，亏大喽！滚！瞧瞧，我的画刀子，冷不丁戳到你三娘的心尖了。嗯，黄旅长已经死了，你的靠山没了，而且你倒卖假军粮的事儿，里外都传开了。甭说这条运河上的米帮，就说你洪记的生意，你放眼瞧瞧，还有谁会搭理？你还有啥脸面在这个镇上待下去啊？所以啊，嘿嘿嘿，该滚的不是我，而是三娘你哟。今天我来给你打个招呼，识相点，赶紧收拾收拾，一走了之，免得被镇上每人一口唾沫把你给淹死。这是你三娘体面的收场。其实啊，我接手你的红记，你呢也不要有啥记恨，起码这块招牌在我的手里面可以风光起来嘛。你真以为我会交给你？现在是墙倒众人推呀，你也只有放手这一条路了。哎呀，我还真有点纳闷儿，像你三娘这么精明能干的女人，咋就偏偏栽在那个林维贤小卒子手上了啊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这世上还有善吗？那个林维贤是属于善类吗？可在背后捅你致命一刀的，不就恰恰是他吗？啊，哎，别让孩子再读这些书了，骗人的。走。